一点小小的料理从我那里面变出来的，这是一道一级的韩国炒菜，非常真的假的？你又做泡菜？废话，小姑娘不做菜做啥？好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你想唱？你要哭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唱吗？从第一次开始说到现在，就韩国泡菜嘛？这一点都不辣，看我带你尝尝真正的料理。让我们欢迎美颜时代的火辣表演。好，今天有好多色彩，汤曲大团其他。谢谢大家。